欢迎我们造诣人就有佘诗曼、郭羡妮，还有陈豪。哦，欢迎三位，欢迎三位。好，我们先请三位逐个的跟所有的在场的朋友打声招呼好吗？来，先请佘诗曼先来好吗？来的时候有一点不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次是在减肥的。没有，我刚刚跟那个佘诗曼在拍完那个《宫心计》，对，我相信很多那个观众朋友都知道了啊。是。但是呢，那个戏已经拍完了，就是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空闲的人，打算过来又吃又玩又去算钱一下。但是我在减肥，我的这个每次真的，哎呀，这个海南鸡饭我们帮你吃。我跟你说哦，因为今天呢，三位都是刚刚下午才抵达新加坡嘛，对啊，所以接下来有好几天的时间慢慢吃一下美食哦。嗯，我们今天晚上去吃海鲜。哇，辣椒螃蟹啊，胡椒螃蟹，来碰碰我们的啊。好啊，有机会哦。要不要说一下恭喜？好，来，有请三位看着我们的摄影师站在各自的肖像面前，我们来个合照好吗？好，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让大家拍 OK， 放心啊。 OK， 我们先满足我们的媒体大哥们。 OK， 好。